再见吧，分道扬镳了。不能让他赢啊！这个小老弟真的是又爱又恨。我就是今天的六边形战士。杨迪有什么用？毫无用武之地。我们决定用劣等马对他们的上等马。好累啊！孟姐你好棒！谁的不想好是吧？谁的不想好？你可以的，雨欣，雨欣加油！ 哎呀，给您磕头了，这是什么呀？我老先拼了！大家没有体力了，对吧？我来。小白，你来的太是及时雨，真的是。他推我，他要推我！你们这个游戏啊，又针对我马力啊？为什么？我终于能唱歌了，我终于能唱歌了。 既然我是队长，那我一定要带领我的队员们走上胜利的道路。